在努力地往上赶，但梁小静不会给他们机会，一股脑地加速。而在第八道的李玉婷冲了上来，最终梁小静第一个冲过线，李玉婷第二个过线。不得不说，梁小静实力犹在，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上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，再夺奥运会名次。